小智发现，当90后成为父母，他们对于带娃也有着不同的理解。这群90后做爸妈的第一要义就是懒。妈妈，起床了，11点了，要吃中饭嘞。我饭都煮好了，就炒菜没炒好了。等你起床，我就炒饭，你快点起。他们总是把自己当成孩子，把孩子当成保姆。够了，美女，能不能起来吃饭？地也拖了，饭也做了。有人。作业还没写，到底你是妈还是我是妈？哎呦妈！90后父母秉承着生娃就是玩的理念，可把孩子坑惨了。90后父母也深知，要想带好孩子就要走孩子的路，让孩子无路可走。90后父母就是这样，永远把孩子当成一个异类。在90后父母面前，孩子也逐渐接受了现实，只是还想要一个小小的愿望。关注小智，让你每天都更开心。儿子，生日快乐，许个愿吧。我希望明年生日大风向灭影。